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视网膜。今天是星期天，眼球中央电视台不播新闻，让大家的腹肌和脸部的肌肉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。过去五天呢，其实我们直播了一系列的新闻节目，大家看起来也都非常的喜欢，那也都笑得非常的夸张，非常的开心。我们呢，其实也收到了雪花便便，雪花片片般飞来的信件，那有人鼓励我们，有人鞭策我们，也有人建议我们，另外呢，却也有人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。像是呢，有人希望呢，视网膜除了上回在台风快报当中挑战的17声之后，也可以挑战一连17声的梗梗梗。那一开始呢，其实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梗，那后来自己念了梗梗梗之后，就发现这哦，原来是引擎的声音呢、啊。那当时就觉得说这个人真的实在是疯了，但是现在想想，哎呀，其实大家也待我们不薄，粉丝专页在昨天悄悄突破了500个赞，那我们就当作是一个回馈吧。那记得要戴耳机听哦，因为我们要制造一个巧妙的循环效果。来，5 4 3 2，梗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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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应该已经超过了刚刚所说的17声梗梗梗了吧？我觉得我宕机了，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如果这样也可以让你们觉得很好笑的话，那我也是服了你们，就当作是一个回馈与礼物吧。那在这里呢，也要代表眼球中央电视台的制作团队向各位朋友们致上最高的谢意。其实呢，我们团队有很多很多的人、不然的话呢，怎么有时间，怎么有这个能力能够在短时间产出这么多的影片呢？而且呢，这个时效性还非常的高，可以跟上当下最热的话题。不过呢，要切记啊，我们的电视台是个温暖快乐与力量Warm, Happy and Power 的理念 The Cause， 所以呢，看新闻的时候不要太过认真，笑笑就好哈。那下周呢，我们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全球连线报道，包括了香港、台北以及欧洲城市的现场连线报道，敬请不要错过。除了按赞之外呢，也可以设定接收通知，还要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高画质让你看得更清楚，听得更清晰。拜拜。